垃圾啊，怎么弄？倒垃圾还是可以的。那说明还是有一定余地。哎，这是我这几天第一次走下楼架。这是晚上10点。这个车它要进来，它就是要干什么的？进来不就出不来了？哦，保安。嗨，对面是这个星闪的警车，这边反正每个栅栏，你看每个楼栅栏都给你来了个栅栏，这也没什么人了。这感觉很平静，大家已经这个，就关键你看不着人，你也不知道这帮人的心态都是什么样的。感觉我自我感觉还可以，倒完垃圾回家。哎，我说你们得值夜班，值到夜里了吗？24小时。那有人换班？没有，一个人盯24小时吗？我一直在这呀。嘿，那不容易，走了。哎，我这一。